家好，欢迎收看 Summer Ball 的第二集，我是 John， It's your boy Spike， 我是 Lydia。还没看第一集的朋友呢，我们会贴链接在上面，下面也有啊，然后记得去看。第一集挑战者 UGKK 就挑战失败，这一集会是谁呢？在第二集啊，我们排真的最 challenge， 就一直下雨，然后我们有三个球员送三个才多吗？因为这样子，我们一共 delay 了两次的拍摄，到底是谁受伤呢？继续看下去哦。所有球员这一集 Summer Ball Team 也增加了多一位球员，因为一些受伤的框也是来自马竞的君子来代替一下。所说的高高的高，帅帅的帅，另外就是高帅，对高富帅。可以了，看你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一集呢，还有是特地从爬爬下来挑战我们的，还有 KK 的前线手，竟然哦有马竞。So now it's up to the defense. 没有啦，其实呢，在公演的时候，我们打三人赛，朋友跟自己朋友打嘛，对不对？应该没差吧？想要挑战他们这六位球员的球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要再等，赶紧看影片。我们已经到了，然后球员已经到了。哎呦，其实我们的对手是谁？我不懂。有，好像有看到他们。I heard the challenges came all the way from 爸爸。对，不是从爸爸来，是我就觉得很开心，是因为不只有我们 KK 的人有看到我们的那个预告片。OK， 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的对手。那可以稍微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然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爸爸的，我叫 Daniel， 我叫 Andy， 我是 Elvin。其实就是我们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哎，想不到你们爸爸那里也有在看我们的节目，这样是不是也在看你的节目？要有没有兴趣啊？可以啦，应该没有问题啊 ，bro。星星简单，讲师爆盘啊！哎，爆盘！好，不错，感谢你们真的来，然后应该很简单吧？对那种大叔，对不对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h my nuts！ 大叔啊，大叔。可以啊，有激情，还有叔啊，老一辈了。那我们第一场就要准备开始了。然后大家知道那个篮球规矩吗？就是第一先得十二分获胜，换球权需要出到三分线外面，在三分线外面得分算两分，里面算一分。Foul ball 会计较。第一场 ，Summer ball， all right， start。Summer Ball 开球，这个场地还蛮不错，我还蛮喜欢的。啊、对，很特别。一零 ，easy， 干单。传，老马走。behind the back。哎呀，哎，你没发觉？开始，你看第二场，我们都好像是都是我们在发球。对，开始。都是我们在开球，因为都是 challenger 去做一个投射的一个方法来决定自己的球。哇，挑战者哦，连中二进来，打野没有？团团转。所以这一队就是爸爸队，爸爸特地下来挑战我们啊！对，听说里面有一个帅哥，follower 还蛮多的，听说啦。Instagramer， 这其实打比赛是一个方法，是吗？可以翻滚，为什么？你从后面这样是打的是这个方法，而且有身体上的接触，进来。In your face. 打了。哦 ，fade away. Nice.太容易了吧，突破。对啊，应该爸爸队应该要再硬的。
哇，他们在干嘛？哼，哎，不要这样哎，对，认真一点。啊！走，三分没有。走，哦，好了。哎呦！这个好，有漂亮，掌声，超漂亮，中投。你看破了，哇，这么严哦！哦，太嚣张了，队长。看到有点 ankle break 哦。对啊。哦 ，behind the back pass， 中投这个 game point， 简单的最后一颗，麻烦，你 cross over 转身，哎呦，跳板进，哎呦，简单，12-5 ，easy over。广告时间来了，我们也有出观众版的球衣哦，然后配色是黑色哦，一件只要80，没错，一件只要80。想要购买的朋友呢，记得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在 Tanner， 还有就是 Sunshine A 股厅那里 PM 哦。好了，广告时间完了，拜拜。All right, guys, this is game two. Let's go. Oh, 这一队放开球。对。哎，这一队就是。Team Putus， 怎么会取下这个名字？哇，跳得蛮高。传进去，怎么样？啊！还能笑，我们高富帅还在笑。哇！哦，10。我那球射 ，jump shot， 但有点料。怎么样？也是个投射，那这连续动作太美了，就借了球转身就射，后仰飞得稳。哇！自己穿给自己射，对啊，哦，好哦，好像没有 box out， 阿志也在笑，你看在笑，快了，太快了，其他就。cross 转，哦 ，one two 三 ，loader， 被反封了。高富帅，哎呀，高度的问题啊！糟糕了！哦，5-2哎，对啊，也是飞，这场真的他有机会赢哎，水，我觉得。他们太什么吧 ？Over confident， 对，过于自信。厉害啊！快了，传球。
就真的是有一起打球，很明显。真的真的。因为很喜欢一起打，而且习惯在公园那么打。对。太轻敌了吧，我们有点。哎，老鬼，进来，三分，开始攻了，开始用三分，对，比较快。哎呦，哦，你看，你看，你看，我感觉快输喽。哦。我他妈说一点，说一点，说一点。哦，嗯，真好。哎呀，玩得很痛啊。对啊，对。他的脸都苍白了。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真的。你看十字韧带断掉。断掉。对啊，我之前打球也是十字韧带断掉，就不能。今天呢，我们 Summer Ball Episode 2就到这里为止了。为什么？下大雨。第二场的时候呢，有球员也是受伤了，对方的球员受伤了，然后地上像湿，我也不想要大家受伤了。哦，打球的时候就是安全为主。然后跑跑队这么老远来，然后想要再打第二场也没办法。可是没关系，我们 Episode 2一定有后续的。就这样吧 ，Summer Every Day Peace Out。那球员受伤呢，真的是我们完全预测不到，也很不想发生的。那当然，Summer Ball Challenge 还是需要赶进度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的高富帅 Kevin Chu 在 KL 打邀请赛的时候呢，也不小心受伤了。我们的球员是怎么去应付接下来的 challenge 呢？我们接下来去看吧。Yo，我们今天就是要继续我们的 episode 2了。有几个状况发生了。不会啊，又下雨，又受伤啊。那今天的状况天气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我们今天就会选择到 complex 里个室内。今天对手 DM 我们，然后就是说要挑战，大家可以记得就是守候到这一集的最后。今天呢，我们已经换到另外一场了，因为真的今天又是下雨，讨厌。然后我们还没介绍今天的对手之前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的正式球员。为什么呢？我们的 Kevin 脚受伤。可以告诉一下大家，你之前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我有之前打过全国赛跟全国飞花队友。哦，哇，你也是有那个 level。然后你觉得你现在就是 fill up 前面的 shoes 呢？你觉得会不会有压力？多少会有点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那 Elvin， 来我问一下，那天有一个对方球员就受伤了，现在目前的状况怎样？开刀了，一定会加疗。哦，还要开刀，还要动手术哎，所以我们希望他就是早日康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Kevin 他也是早日康复。那我把时间呢交给 MC Spike。Alright guys, we are with the first team of challengers right here. 先介绍一下自己先。我的名字是 Taxing， 我目前在英国读书，然后我以前在 KK 代表建国中学，然后现在目前在英国也是有比赛。我的名字是 Kingston， 然后我目前在 KK 啦，之前有打过 Under 20、Under 17那种咯。哎，你好像有挑战过了我们第一季的时候是？有打过第一季，然后那时候觉得怎样？有点难打啦，毕竟他们是比较专业的球员咯，然后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啦。我的名字叫 Hanafi， 今年20岁。我打过 Big Champ 还有20岁以下。Right, the challenger will shoot a 3-point attempt. If they score, challenger will start the ball. If they miss, summer ball team will start the ball. Right, here you go. So they will start the ball first. So here you go. All the best. Let's go. 这就是我们虽然那天下雨，不过就下一次。就补回，真的啦，还是要呼吁大家，打球是打球啦，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哦，组内，那我们除了就是收到。球队的来信啊，没有收到，就是这种，就是打惯了公演，要来挑战的。这球员也是有经验的，也是有打比赛。嗯，对。我们继续主攻。嗯，对。哦，差点。哦 ，nice！ 你看，太妙，来不及防守，太快了。对。
可以啊，不错不错。这是高度，高度加上连续动作，然后裤子也拉很高。哇，哦、easy， fake， 啊，再过的另外一个，还要 fake 那个 pass， 真的，这种是国际比赛的一种马来西亚，对，代表马来西亚的国家队的 skill。哦，倒是进了，可是啊，门他有一点移过来了，对对对，太成次了，哦哦，飞，哇，直接传进去，我们也骗了，跳出外太空了，对啊，Lay up air ball， 是有人笑了。Step back， 不是这么简单，不简单，还是要跳投篮。防守，不能，真的。哦，漂亮！自己都笑。哦哦哦，糟糕，干自己是干嘛，脸都苍白了。Oh my god, Joe, another player is injured. What do we do about this? I don't know, man. 怎么我们 episode 2一直出状况，一直出状况，一直出状况，然后现在我们的另外一个大家又受伤了，怎么办？我们怎样来拍完这个 episode 2? So I think we're gonna change players and then continue. So the score is at 7-3 and then we just continue from there, right? Well, we're gonna make it happen, man. Alright, let's bring it back.对对对，那换进来，真的啊，打球有时候真的也要，很要注意，真的真的。可是球员也懂，打球就是有机会受伤，只是还是很爱打。对啊，没错。哎呦，有点乱。真的，对啊，那我感觉打得还蛮乱的。跨大步，这是太有力了 ，too strong。哦，赶快把分拉远。哎，有点逞强，对。真的其实也是打的不是很好，双方的事，现在都有点怕，五分。没事，哦，又有吗？
三分哦。太紧张了，First match， 觉得自己打得怎样？觉得已经算是不错啊。这次成绩比上次多八分啦，上次我们只是拿到一分。阿弟今天手哇真的很热哎，但该吃我还是做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我没有什么吃啊，早上只是吃了不过 crunch bar 跟牛奶。Let's have go go go。然后中午只是吃糖果。哎呀，不要整我啦，真的啦。哎，那其实你颜色的真的很不错。最后一个那个三分，如果再进啊，真的是就射一瓶了。刚才我们也看到我边有受伤啦，你是在干着他的对吗？他当时是要射球啦，快要challenge他啦，至少要给他这样空空射嘛。然后就在半空中的时候，突然间他就喊一声哦。是因为Alvin之前也是有受伤过，所以那个脚就比较容易受伤。希望你们继续打下去，下一次我们再挑战。We will move on to the second team challenge. See you guys there. 那现在我们剩下最后一场，今天呢就是希望大家打球就是认真是认真了，可是还是要小心。Alright, so now I'm with the second team here. 然后你们好像都是马林的球员来的哦，所以你们这次会想要来挑战的，因为我们是元老，我们要挑战那种年轻的。看不爽他们年轻这样的款，我们一定要来干掉我们，干掉我们，干掉我们。好，我们不爽啊，干法很久了，所以我们要今晚要试试看可不可以免啊，免啊，免啊。所以就是要把我们的队长给搞顶掉了，今天队长是我们的哦。Oh, 所以 second season 应该是你们是队长了，是吧？对，没有问题。我们元老发挥。在一场我们找选球员的时候不选你，是不是？我跟高发选一个没有办法了，给他机会了。所以今天就是要看自己的实力比较强，是不是？给他知道。我们一定要来干掉我们。我们要挑战那种年轻的。队长是我们的。我跟高凡选一个。今晚要试试看可不可以免啊。
爽了，干发很久了。哥没有办法了，我给老发挥啊。爽他们年轻这样的款，给他机会了。So 刚才成绩是12-1，为什么会打到12-1半了呢？是很简单的，他们好运没有了。他们讲射讲进，我讲晚，不用晚了。我们第二场，我应该是我们12-1了。下一次就是你们12-1了。我们老了，他们年轻。不可以认输，但是一定要认老，对不对？给他们啦，就是啊，就是给他们，让他们啦。下次我们好啊，12-1啦。就这次给他们一点面子先啦，好吗？下次再踩死好不好 ？OK, guys, that is all.See you guys soon. Alright, Joe, we have done for the second episode. Oh my goodness, it has been such a difficult episode to shoot because we had to shoot in 2 different days, and you know, with the whole weather situation and injury situation from the opponents to our own team members. Tiring episode, right? 那是看你老师，真的是看你老师。总算是拍完了。That is it for today. Summer every day. Peace out. Peace out. 那什么？也就告这一段落啦，下一集呢会有现役的中学球队来挑战哦。所以这一集我们也一样，我们想 Darius 还有吴飞飞，就是第二经典才能送出，只要你能说出这一集有多少位球员受伤，是一位、两位、三位，在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 YouTube 下面留言，你就有机会赢取啦。记得就是订阅我们的 FB、IG 还有 YouTube。那我们下礼拜六晚上8点见，出来呗 ，follow 啊。Summer every day, peace out.有没有信心可以打得赢？信心是肯定有的。乱丢进啊！我们真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奖励？我还想说是我们是无敌的。